今天用简洁的方法表现一幅过城楼的景象，展现1917年的历史悠久感。用简洁概括的线表现整个城楼的景象和结构。绘画当中可以适当表现一些细节和人物，这样更增加历史和情境感。后要把时间写上1917年。好，我的绘画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积极的关注。